应该能整出来一个妖怪帝国。那些神仙谁也打不过，就是不团结。我搓，平 A 接搓，平 A 平 A 往前走，跟我走位 ，A 接中锋，平 A 这狗头人什么意思 ？Q 闪致命点炎吧，哎呀，好像死不了啊！天哪，他怎么疾跑闪现呢？贪了一走，贪了一手，小贪一手。我本来想吧，我寻思我省个闪能不能？他啪一个疾跑，跑的有点快，我寻思那，哎，那怎么办？那闪吧，闪现碰不着了。收兵走吧，中风咬你一命 ，A 一走，回家出皮孩去。新英雄出来了吗？没有啊，不会出的那么快的。这新版本我还没看呢。这这可让我看见了啊！这可我一上来戳一刀。一上来再戳一刀，平的中锋 W， 哎呀，打了个寂寞，还好啊！我戳，能打过吗，兄弟？别打了，中锋一 Q 二连。一上来一 Q 二练平 A 一走一回来戳一刀一回来 A 再戳一刀平 A 一 Q 二练到了好兄弟环节了吗？一上来 A 接戳接平 A 接平 A 一走接中锋一 Q 二练，哎，一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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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回事？变成两人路了都。给我中风。呀，有瑕疵啊，换了，塔下换了得了，能换就换吧，我也不让他吃了这兵，我们赶紧啊，把他杀了以后，我们来一个皮孩，这干哈呢？这梦魇啊，哥们儿啊，他也确实挺难受的，你知道吗？他 DF 可能放反了，啪把闪现摁了，闪现摁就算，那龙剩十几滴血，他没打死，他也挺难受的，确实。我还在寻找。
一上来搓一下 ，A 搓一过来平 A， 平 A 一扣二连平 A，A 接搓有点疼啊。给我中风，搓，再搓，中风，接大招 ，A 搓，一回来一扣二连，这波就不要紧张，知道吗？哎，慢慢一，不要紧张。紧张就完了。他哪来个安妮儿？这啥意思？不知初心，有事无望。没太明白。我戳这蛤蟆的意义在哪里？我就想戳他一手。咱先插个眼儿啊。别急啊，一上来平 A 一下，一上来戳一刀平 A。这狗头人不补刀了，给我中风！这狗头人这英雄升六了，确实猛。等他变小啊，这大狗变大了我可打不过。如果是这么大的狗可是不行。哎，这亚索 1.32 攻速能双峰吗？我感觉刚才双峰好像差点意思。不能，至少1.4是吧？我也感觉不行，好像不行，不能双峰。刚才的攻速不允许我双峰。干哈呀？精神病是吧？如遇父子，团长。现在我1.4了，可以双峰了不？应该是可以双峰了，我感觉。这波给狗头人来个双峰吧。搓一下，再搓一下，中风一扣二连，没中风居然，中风一扣二连，双风，
中方平 A 一走戳一下 A 接戳，来往哪走来查眼一 Q 二连平 A 戳一刀双封了。刀打个石头人，有没有红 buff？ 没有红 F6 总有吧。这梦魇可太难受了，时隔多年他又来挑战小龙，但是被人给拿走了。中方我操，中方这不行了，来蓝枪没在旁边啊，蓝枪这波不把这安妮儿杀了，我天哪，我誓不为人，太狂了这安妮儿，居然有钉，狗头鹰开大了，我把二塔拆了，希望他不要飞我啊！好了个寂寞，不可久留一处。老年人反应，可能我五六十岁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没办法，反应已经不行了。看一下盾弓多少钱啊，3400，打他们家一个石头人应该可以了，戳 A 戳 W 溜平 A 接中锋接 EQ 二连双锋，戳死平 A 接中锋接戳 A E 戳接中锋 EQ 二连戳一下，我操了，根本也不让我秀啊，这关键这狗头人连鞋都没有，一个枯尾把我追上了，我有点难受，真的一石头人走啊，这个位置我说实话不太好意，不知荣耀一别已久，没有那么太简单，这个右键容易碰上石头人，哎呀，但是我可以波浪剑调位置啊，我刚才应该波浪剑的，我明白了，嗯，首先这石头人我们先波浪剑调位置，再波浪剑一走，得这个样子挺费劲，这位置不太好走，来下路
打一波。谁吹波扣？谁敢吹波扣？一扣耳链，一过来，一过来，搓一下，接搓一下 ，A 搓，一过来，中锋蓝枪 W 搓，再搓，接中锋，接大招，点燃搓 EA， 接搓，接中锋，插眼儿。终极爆弹，给我爆弹了，回首往昔，换个扫描吧。小龙你要不要这梦魇？哎，这黄纸干嘛来了？你不会连辅助都打不过吧，兄弟？啊？真就打不过呗，我打个小龙，中路可以打一扣耳链，打破柳说一回来接中锋，接大招，没有队友吗兄弟们？漫天飞雨，可以，还是有点脆呀，都秒了。蓝盾了吗？狗头人，守望者铠甲，我来个啥呢？我来个875，来把无尽。这波能杀好几个，你没打好，你拉倒吧。那有控制杀个屁呀！最后技能都按不出来，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。我用闪也没用啊，那安妮儿不是放的扣吗？给我晕的，他也不是放大给我晕的，好像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吹波扣了呢？我看谁敢吹波扣？我都没吹波扣，他敢吹波扣？哎呦，我乱配去了。反正我是拆个二塔吧。把蓝 buff 打了。蓝蛤蟆呢？哎，我闪现没躲掉这一扣吗？不能啊！这一扣怎
么斜着一抠的，我操！咱这波操作确实没啥问题，我说实话。先大起来安妮儿，皇子过来一抠，我直接一个闪把他一抠一躲，然后我还能在安妮儿面前戳安妮儿，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原地闪现，我是从这儿闪到这儿了，啊，他一抠的一抠的这里，他是斜向一抠，本来我的人啊是在这里的，他正常一抠应该是一抠到这里，但是他却一抠到这里了。一个平行线，你知道吗？别着急啊，你们老这么急，卡丁肯定是不行。这波不接，我就不叫兰陵汉。没事，他们打不了龙。出件什么呢？我也来这蓝盾吧，要不死亡之舞饮血剑呢？饮血剑不够啊，他们能秒我。我看看啊、哦，这安妮儿22层。不行，整点魔抗吧。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，我得出点右装了，得杀一波安妮儿了。哎呀，他老等我不在了，这开战呢。这谁给我枯萎了？等我行不行？别老上了，你这我都没出来呢。这大龙丢了，你说你们还能打得过了吗？造孽呀！不等人儿。他们打的应该挺快的，由于这边有卡莎这种英雄啊，打的应该还是比较快的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这狗头人，现在我跟你们说啊，就不能去打团战了，知道吧？别打了啊！我们去单带，我们家三条小龙不怕拖，你知道吧？拖其实是不害怕的。别打了啊，守塔，用兵线把他们家大龙 buff 给他拖没了。就慢慢跟他们拖。下路不是来追来了吗？哎，我们去中路、上路收线，把线收了，对面就推不出来，没有兵线，永远也推不了他。撤，
后撤，别打了，后撤，知道吧？后撤，往后点走。我的信号都要点烂了，我只能这么告诉你们，你大他干嘛？直接走到对面高地，把高地拆掉。嗯，直接拖住对面，把高地拆了。能不能把安妮儿杀了？还行啊，把他杀了。别打，我把他杀了其实就行了。嗯，能拆吗？这面好像少个人，还是可以拆的啊。拆完快走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后边有狗头人，我看我再出个什么玩意儿，我来个春哥吧。水银呢？水银没有春哥厉害，我们先换春哥。走，下路推线去。对面大龙 buff 马上被我们给拖没，看着马上没，没了以后我们小龙。小龙这波我们打团战应该是能无敌，只要别让安妮儿大到太多的人就行了。嗯，无之荣耀，来，没事，这日女应该死不太了。小龙不没了吗？我操！哎呀，这波我送了。他们怎么不打小龙啊？这对面啊！哎，早知道这样，我把龙偷了去。我寻思他们打小龙去了呢，正面可能就狗头人一个人，盯我都没盯出来。这波我啥也不点了，信号我也不点了。他们要是能打赢呢，他们就打赢；他们要打输了，我们反正也就基地就爆炸了，反正没有话语权啊。这波他们就打，别干扰他们，能打过是最好的。小龙打了。还往回指，可以啊，剩蓝枪一个人，这小龙他拿不了，这个小龙马上会变成我的囊中之物啊！这小龙是我的。记住，这个小龙不要打，打了就是放他打，知道吧？就打，先打一打这小龙，我们龙魂了。可以中团了。这波可以打了，你俩找我打啊？你俩好像没想好。薛大龙，薛大龙，打大龙！那两个谁也打不过我，没事，我有钉。
我连我盾弓都没触发。黄纸还没活，蓝枪也没活啊。没事，问题不大，我能一出耳链。他中风。好戳。打个红 buff 去。下路也没了。漂亮。这波不血赚吗？回家我们春哥了。再来个愤怒合击，我们无敌了。来东。我有春哥，没事儿。他们家还少人儿。你在干嘛？下路打架，可以打，就杀这狗头人。先杀蓝枪，平 A 拖 A 拖 A A 中风。W 拖 A， 拖 A 一 A 中风 ，EQ 二裂，妈吹一波 Q 呢。